当二十几年了，退伍的时候就开了。年轻的时候都没有做了，都是跟车。最久是开拖车，比较晚，凌晨2点多就要出门，到晚上10点，辛苦是时间很长，家里都顾不到，都没有办法跟他们一起生活，因为很早出门，很晚才到家，很少跟他们接触啊。 都是妈妈在一起，我们都是出去，我们出去他们又在睡啊，回来又在睡啊，都看不到他们了。开车的司机都这样子。现在工作当司机是会有了。 6、7万有了，6、7万有，这样子，像我们自己做的话不一定了，也小模也要出啊，所以我们就刚好打平了，可以生活。做车子小模多嘞，有时候成本不符合我们，我们就贴那个小模的话，我们有时候会倒贴，像修轮胎啊。 油啊，什么什么那个，那个一花就多少，你说平平安安的话还好，可以过，可以打拼。对啊，我就做实况业啊。 哦，我以前就做实况开始，到现在。以前如果没有实况的话，我可能也在读书了。<笑>我们是为了实况要去赚钱，过来赚钱才去做开车啦，就不去读书，开车赚钱了，帮忙养家里这样。所以我们你看，澳花很多人都是。 开车的啊，不是怪兽，都是开车的。像别的村就很多都是公务人员的，警察、老师，澳花比较少了。这是40几年前开始就有了，它40几年前可能是这边有大白石吧，然后就是这边的村民以实况业卡车以那个生计为主，然后其余的话就是靠外。 关系都是有连带关系啦，因为水泥业的嘛。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做，我们只能看政府怎么做了。我们是希望有工作而已啊，就这样子，看政府怎么处理啊，是。我们讲也是没有办法，对不对？有工作就做，没有就休息，就摆在家里面。应该会吧，决定会少人。 都环保什么单位都是控制管制的话，我们就没有办法了。这个的话，因为我们很多人因为元宝地关系，而且又是危害到我们部落的，我们一般都是反对。然后我们会申请开一个部落会议，因为几乎我们开部落会都是那个反对的。对啊，为了我们下一代。 也有很多人都是不用靠这个吃饭呢，对啊。
一般都是不赞成。影响到如果真的影响的话，这边我们附近这边都没有员工，都没有工作了。我们这边都是怪兽啦、司机啊，如果真的没有的话就没有了呢。真的，如果没有开采的话，都失业了，都没有了。还是也是固定的，是慢慢在，可能会出来，是他们说再去弄几年，然后顶又几年再顶，我们也不晓得。早出晚归，他要。怎么就是看天灾啦，下台风那些，下大雨又路不通又不能跑，我们都是看天吃饭的。而且现在的运费又比二十几年前还低，那个油钱又贵，靠这个生计我看差不多了。因为最近又苏花改新建的话，很多地方都有那个地板，像那个是运输的报座，可能后面会转行了吧。以前比较多，现在很少，要么也是开人家的拖车，那时间比较长而已，就这样子啊。生病什么都休息请假这样啊。没有钱，没有钱，有做有钱的，开车都有做有钱的，没有月薪的，对啊，就不一定啊。如果你天灾来的话，就休息了，没有收入了。对啊，台风天就没有开了，都休息待在家里。以前高峰就七八趟，可以十趟啊。以前，现在很少了，所以车子越多，工作没有都挤在台泥那边，就趟数就很少。应该有，所以我就。小孩子说不要去开车了，叫他们去找别的工作去做，因为实况也很少嘛，所以叫他们说找另外的工作去做。